你好，下午的4:48，台北美食社长午餐啊。现在社长要聪明点，要提早回来，要不然这边门关了。这边5点那个门没有人呢，没个人开门，免得增加大家的麻烦。那么台北美食呢，社长午餐，社长中午呢就跑到蔬菜店买一个蔬菜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茄子。啊，花菜，这家素菜做的蛮好吃的，有没有看到？70块钱啊，70块钱，2468，他给我8个素菜，因为社长不吃饭，所以他给我8个菜，8个菜70块钱，啊，处长现在大部分都吃素菜，啊，都是吃素菜，吃素菜对身体好，心血管都没疾病也都比较好一点。又健康又营养，我大部分都是吃素菜。